師傅你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好啦，又嚟到我哋呢個嘅八字名人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未分享之前咧，師傅都要有嘢分享喎。哦，係啊，係啊，啲開心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冇錯 啊， 啊，其實都幾開心嘅呢一次。係啊，咁今年2023年咧，全球算命比賽咧，好犀利呢個名。咁我哋啲同學咧都有啲幾好成績。係啊，冇錯啊，因為其實講緊都難咧攞到啲好成績嘅，因為其實個賽制咧就係其實有8條嘅問題啦，每條問題都有5個嘅選擇題啦，咁啊總共有40條問題。咁啊其實講緊咧最高分同埋最低分咧嗰兩條都會散開，其實 line curve 之下要再咧爭奪嗰個冠亞季咧都係一番嘅拼勁嚟嘅，師傅。係啊，咁佢仲要係全球性噶嘛。係啊，講到犀利。即係有中國人嘅地方啦，有中國人嘅地方啦。係啦，冇錯。我哋叫做嚇咁咩咯？咁今屆咧啲同學咧都攞到個成績幾好。係。啊，咁我哋咧就叫做話咧，10個香港人可以入到圍。哦，係。10個香港人。10個。咁我哋啲同學咧有5個得獎。哇，一半啊！係啊，好犀利喎！恭喜師傅啊！我都唔知道佢哋咁厲害。係。係啊，就點講咧？雖然就點講咧，2個亞軍就3個季軍。係。啊，冠軍嗰個就香港人嚟嘅，我都唔知邊個嚇呢啲。咁但係咧，就係話咁呢幾個月嚟嗰個努力咧，係冇白費到啦。係個功夫扎實嘅。咁因為咧，佢5個人之中咧，有3個由初。即係有3個係完全冇即係八字底，八字一張，咁啊用咗8-9個月嘅時間，咁而家參加比賽，竟然間可以攞到第2、第3，咁啊真係 OK 啦嚇。咁其中有2個同學咧，就以前就跟過其他師傅玩過嘅，咁所以就變咗嚟講就。呢、這個唔清楚啦，係咪先？咁有陣時就呢個世界就好得意嘅啫嚇，有時有啲我哋叫做話咩啊？即係名師一點啦，佢唔敢話自己名師，咁一點通咗之後咧，咁啊就可以攞到獎，咁都大家幾開心。我覺得係八字一張咧，即係好似我當初問，其實仲純粹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即係印記住所有喺個嘅呢門學問裏邊嘅所有嘅資料庫咧，都係嚟自同一個師傅咧。其實我覺得仲純粹，學得仲扎實啊，係。係啊，咁所以佢就我用咗我教嘅方法。係。咁啊，一步一步咁行，然後去攞答案，咁啊攞到個好成績，即係話俾你聽，算命你最緊要攞到個方法啊，都係，冇錯，呢啲就唔好俾其他嘅嘢即係誤導咗就得㗎啦。冇錯，係啊，都係喎，冇錯，嗰個拆解嗰幾招，嗰個基礎好緊要啊。係啊，拆開咗就得㗎啦。咁所以。嗰幾個同學都叫做話，即係大姑媽你咁樣，一樣咁投入嘅又係，係啊，係啊，所以攞獎真係實至名歸嘅，係真係實至名歸，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又會諗下，即係大約10月中到啦，可能又會開翻個初班。秋季啦，秋季課程啦，因為已經係之前咧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時段咧，已經係畢業啦。係啦，冇錯啊，佢哋畢業啦，咁再開翻個初班。嗯。咁啊，大約都係嗰啲閒日啦。咁而家就估計就星期五到啦，逢星期五啦，咁都係夜晚7點嘅。咁如果啲網友有興趣嘅咧？咁可以 WhatsApp 我啊，或者即係 WhatsApp 我哋啦。WhatsApp 我哋啊，咁啊留言留翻個位俾你。係。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哋叫做話正式招生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即係又其實真係位唔到。又會即係向預咗㗎啦。冇錯啦，因為其實誒唔會係咁開班，因為真係要一班完成啦，佢哋畢業咧先騰到個位置出嚟，先開到另一班嘅師傅學。係啊，係啊，冇錯啊，係啊，大家好好珍惜呢個學習機會咯。知道咧，其實好多睇我哋片嘅網民咧，其實大部分都自學啦，又或者大家都係識嘅。咁但係當然，如果真係有啲嘅空餘時間，又或者真係好想咧有大半年嘅空檔，平日嘅一個晚上，我覺得短短地唔多嘅個零鐘頭嘅啫，真係可以喺呢度咧再下啲功夫，你會再跟住落嚟睇，唔好話睇我哋片啦，睇任何一啲關於玄學八字嘅片咧，你會開心好多，因為你個共鳴感又或者你聽得明、聽得理解嘅話咧，嗰個快樂嘅層次會幾唔一樣。
冇錯啊。係啊，呢個係我過來人嚟嘅，冇錯。冇錯啊。唔使花好多時間嘅，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其實跟啱師傅好緊要。係啊，咁即係啲同學白紙一張嘅，只要短短八個月、九個月時間嘅，竟然間可以攞獎嘅，咁即係話呢套功夫唔係呃人咯。冇錯。咁咪只不過就係話有時能唔能夠，即係我哋叫做話當頭拍殼點一點嘅啫。哦，都係嘅。嚇，呢啲嚇。係啦，咁啊好啦，廣告賣完啦，咁我哋講翻我哋要講嘅嘢啦。今日就係我哋當頭棒喝啦。哇，睇到呢個嘅人物嘅時間咧，咁當然佢唔係歷史人物啦，佢就是當代嘅人物啦。但係一講大家個個知咧，就係黃玉郎先生啦。哦，係啊，佢畫出彩虹啊嘛。真係畫出彩虹喎，同埋，咦，佢都個人生。都幾傳奇嘅喎，原來傳奇㗎，都係叫大上大落嗰種人嚟㗎。冇錯啊，真係都大上大落啊！但係我又覺得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嘅好好嘅勵志嘅故仔。其實有陣時即係當然啦，好多嘅家長就係使小朋友就係要希望望子成龍咧，就通常就係讀好啲書啦。但係其實咧，我睇到我哋都分享咗唔少嘅人物，就係其實佢哋好早已經絕學冇讀書，但係佢哋都行出自己一片天。是啊，尤其是他那個時那個年代的不讀書就認為真的沒有出息的嘛。是啊，沒錯。是不是？那最重要的人生你肯努力的，那原來畫公仔都可以畫到這麼精彩。是啊，都好貼，同埋都係好啱嗰陣時時代啊！即係依家如果真係身於呢個年代去畫公仔咧，可能就未必對啦，可能已經有 AI 啊，有人工智能係咪？係。師傅有冇睇嘅嗰時《龍虎門》？有，我哋係我哋七十年代嘅時候，即係都係追住呢啲公仔書噶嘛。係嘛？唉、哎，龍虎門啊嘛，拳頭枕頭啊。好風魔啊，因為。嗰時好風魔嘅嗰陣時候，一出就買，一出就買㗎啦。係啊，冇錯。其實仲要出好耐好耐，因為到好近期咧，我有印象就係到就係十幾年前佢先停嘅啫，係嘛？仲要橫跨咗好耐好耐，好似而家都仲有仲有人嘅，仲有紙品嘅，仲有嘅，不過就佢賣去海外日本嗰度嘅啫。而家唔係佢畫，而家人哋畫。係，而家人哋畫。哦，依家係佢個集團入邊啲人畫，係啊。咁嗰陣時嗰個年代，因為即係個社會嗰個娛樂嘅事業都係少啦，同埋比較單調啦。即係睇戲嘅唔係個個都俾到錢出嚟啦。啊，係嗰個消費問題。消費問題啦。咁你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時候，咁呢啲咪最低消費啊，咪可以入場睇下啲公仔書啊。咁嗰時好多嘅，又老夫子又成㗎，係咪先？係喎，睇老夫子。嚇，咁啊，佢啲作品啊，即係咩《龍虎門》啊，打打殺殺㗎嘛。但係佢都有個個嘅中心思想，都係啲嘅社會嘅正義哦，都係嗰啲。哦，一定係咁噶啦，行俠仗義啊，警惡除奸啊，挫強扶弱啊，咁嗰只噶啦，都係嗰啲噶。最吸引啲男人睇《龍虎門》嗰啲公仔書係喺嗰個亮點喺邊咧，師傅？咁打鬥咯，打鬥咯，又咩絕世武功嗰啲咯。啱曬你哋。咁誒，即係有學到一啲絕世武功啊！就你打我打你啊，邊個好打啲啊？即係武當少林邊個好打啲啊？成日都係懷疑邊個好打啲噶嘛。但其實佢都有啲好劇情嘅。有佢劇情，即係好似電影橋段咁嘅，你有啲劇情一集集咁追落去嘅。佢唔係冇劇情嘅，有劇情嘅。連載嘅真係。連載嘅，嚇呢啲。咁所以當陣時佢熱賣啊紅啊，咁都係有佢嘅理由嘅呢啲嚇。咁、其實黃玉郎先生嗰陣時候，即係我哋僆仔嗰時候都講佢話讀書唔成啊，話佢。係啊，冇錯。咁嗰陣時候，我哋啲父母都叫我哋俾心機讀書㗎，啊咁成日掛住睇公仔書，畫公仔啊唔會發達㗎嘛，話唔會發達啊，咁將來你唔識字你仲撲街揾食都難。啊，即係咁講啊嘛，係嘛？後期佢啊將畫公仔書畫到呢個上埋市嘅時候，咁好多父母都改觀咗啦。係，啊，起碼就知道啊，有陣時就個路唔係咁窄啊，嗬。係啊，嚇，咁所以佢嘅一生咧都幾傳奇㗎。傳奇。啊！即係話十二三歲咁就話唔讀書咯。係啊，咁出嚟畫公仔咯，咁畫公仔書啊，咁樣咯。嚇，畫公仔書嗰時候，咁你又話你冇錢冇剩嘅。咁你畫咗之後，跟住你叫人去送俾人，未必你冇名氣，冇人睇噶嘛。咁跟住佢就不斷咁努力咯，係咪啊？
咁努力啊！咁畫公仔書嗰時候識得佢老婆啊，咪結埋婚生埋仔添啊！我哋叫呢啲嚇。咁後期佢自己又即係畫咗啲書啊，即係親自發行啊，拎嗰啲報紙檔攤啊，就叫人喺度寄賣啊咁樣啊。嚇！咁後期即係佢啲書香港社會大眾接受咗之後啊，咁咪慢慢一路咁啊做上去咯。嚇！都係廣運嘅啫，我硬係覺得。係，咁如果講運嘅時間咧，佢都好早成名，師傅都算早係嘛？佢就七十年代嗰陣時就應該叫做佢嗰本書《龍虎門》嘅，都叫做有啲名氣㗎啦。係啊，因為你諗下，其實佢十二三歲辍學啦，咁跟住去做啲實習新鮮嘅先，就係、是、咁當然就係、是、佢都要下一番苦功啦，因為畫工唔係天生㗎嘛。但係當然我覺得。是真的有很濃厚的天分呢才可以短短幾年間呢有自己 的風格有風格啦才有這樣的功力可以出到本小流文體啦、啊啊、你每一個動作你畫出來的時候都要即比例啊很多東西都要對雖然我們不懂畫公仔也好但是我懂看的嘛是不是喂到十九二十歲真的很早已經自知自己開一間出版社跟著自己發行了還、啊、不是早成名現在講緊二十歲可能大家還在讀書又或者還未想到將來會是怎樣是啊還在思索自己將來走哪條路是啊沒錯在80年代上市啦好是啊畫公仔畫到上市畫公仔畫到上市真的很厲害、啊、有自己的集團、okay 啊、他衰什麼就是衰炒股票咯衰炒股票咯87年股災走不掉咯一晚就說當時我們看報紙一晚輸了成億多啊，咁啊停市四日啊嘛，咁復市之後，跟住啲資金周轉唔到啊，咁咪出咗問題咯。咁你一出問題嘅，一定係咁噶啦。你一有問題嘅，其他嗰啲嘢會走曬嚟噶啦嘛。又查你數啊，又話唔交税啊，又呢樣又嗰樣啊，係咪先？咁後屘咪話即係犯上官非啊，咪即係坐咗唔知兩年監定三年監。我記得坐三年係。係啊，咁九一年放翻出嚟之後，咁啊跟住。就揾翻啲徒弟啊！咁後期中間佢同馬榮成嗰度有次發生啲問題，冇錯，發生啲問題我就會嚇喺嗰度嚇，咁所以同啲徒弟又搞翻咗啊，又唔 OK 啊，都有啲麻煩喺我呢位嗰度。咁從此之後，跟住就即係都好少話，即係喺娛樂圈啊、報章啊，都見到佢都好低調啊。係冇錯，因為之前八十年代好高調噶嘛。係啊，八十年代高調噶嘛，跟住就好低調。耐唔中就聽到佢話同啲明星啊生個仔啊，後期又話啲同一個細佢成三十年、四十年嘅明星啊，咁啊又話結婚啊，又話成啊，都後期嘅事咯。係啊，師傅講得好啱，即係作為我本身冇睇呢個嘅漫畫書長大嘅人咧，我反而對阿黃生咧嗰個嘅即係佢個嘅戀愛史咧，反而我都好 juicy 好吸睛。佢好早已經結得婚第一個啦，跟住又生咗即係兩個仔一個女啦。咁跟住嚟講，其實佢八十年代佢真係最鼎盛嘅時間嗰個年代咧，佢追個黎智啦，哇，好 juicy 嘅事啦，係啊，同啲明星係啊，咁啊就係好多緋聞嘅都係真係好多緋聞喎。咁跟住落嚟，即係佢都有一段嘅，即係短短嘅幾年咧，就係、是、佢應該係佢就坐完監出嚟咧，就是、再建立佢嘅事業嘅時間咧，都有個嘅明星嘅。咁嗰度咧冇結婚，但係嗰幾年嘅戀情裏邊咧就再生咗個仔。咁但係最近咧，最近喺19年時間，佢竟然再次結婚咧。佢結婚嗰個太太係細佢三十幾年嘅師傅，係啊，都仲生個女啊，係啊，有心有力啦，仔啊，演奏好犀利啊，我哋都有 fans 咯，咪咯，五個仔女嘅師傅，係啊，咁呢啲八字都如果從咁嘅角度睇都係唔差噶，厲害，睇啲咩角度睇啦？呢啲八字，咁呢啲都係叫做人生都有啲傳奇啊。嗱，無論點樣都好，我覺得真係無論高低起跌，甚至乎曾經犯過官非都，我覺得人生咧有嗰個嘅，即係佢有個質地，同埋有嗰個就係嗰個豐富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幾不枉此生。先喺個八字裏邊睇唔睇到噶？睇到，睇到，睇你用咩角度睇嘅啫？呢個八字係先。咁佢辛金生喺二月啊嘛，財甲啊嘛，財甲嘛，天干三貧啊嘛，自己坐住身有啊嘛，你幾土辛金嘅時候，呢個八字啊斷估都你唔會當佢身弱噶啦，係啦，係咪先？咁佢喺生喺個卯時卯月，財旺，咁人卯又係個年初嘅人木又係咩？咁所以咪呢啲八字咪身旺財旺，
理論上呢啲八字通關好啲嘅。通關係。如果通關好啲嘅，通關人生就有機會唔使大上大落啊。哦。呢啲咁，但係就佢個八字身旺咯，用財咯，財山官咯，佢要成名啊，佢要。係。係啊，咁咪行官嘅時候，咁行火地嘅咪身旺財旺嘅，財山官旺喺嗰段時間咪成名咯。真係嗰段時間喎。喺嗰段時間成名咯。咁運過就冇㗎啦，運一過個地支就喺度戰㗎啦。戰啊，嗯。戰㗎啦，咁一戰戰完之後，咁後期嘅行金運嘅。都差不多叫剪服的了、只不過你的八字身旺財旺的財星夠旺的即是我們叫做難船山根釘，你那些畫工啊和你那些經驗啊沒人代替到的嘛，是個底夠厚的嘛、你沒有香港市場的，那你去日本啊其他東南亞國家他都有這樣的市場，是啊，沒錯沒錯，這些是不是咁佢婚姻唔得嘅，咁你都睇到啦，賣口充賣口充噶啦，冇錯，稍微識八字都識睇啦，我哋就呢啲未必一分到尾咯，梗係啦，你人率見馬為桃花，你又時處桃花咁鬼得桃花佔貌人，係咪先？咁你又馬口充婚姻嘅，咁你桃花咁多嘅時候，你一個老婆點可以到老啊？一到唔到啦，係咪先？咁神煞嗰度身有身馬，八尊九丑，八尊九丑係，係咪先？係嘛？咁你又睇到佢啲感情生活啊，都有啲亂亂地噶啦。係啊，冇錯啊，係咪先？咁啊，老上風流啊，老當益壯啊，真係抵嘅，都係咪先？先可以教下大家咧，以前董武哲講過話佢咩一字記之若掂唔掂，但喺個事業上，咁個八字睇唔睇到呢啲嘢嘅？一字記之若咩話？掂啊！呢個掂字唔可以掂得，即係佢。哦，咁佢呢個八字咧，其實咧佢要通關嘅，佢行火地咧，攞命咧，用火嘅嘢咧，佢係會有少少有機會咧，火會制金噶嘛，我哋叫。